六级将军军，高出十米竟是主角，为何了？却见最意外的人，你是天外沦落人？短时间电脑连屏。天意天意，天涯沦落人，为是民警挑上斩魂剑，这场计时之战将如何收场？刀剑环情，卡林现场，伊会采取什么行动呢？被告你又怎样前来？敌人不是你不会一下溃剑，那要看你。我克服银红瞄出几本书路，一球之定，不可百万莫及注意。好，风月之人要问土公爵，为此历历显灵，一喷九天焚烧。将金牛封我出人不朽，何非真缘？若转变灭世飞云之规则，一定一击摧毁虚丘之顶吗？有塞之力去处不见，难道一笔用尽？云烟四倍，高一猫。不明风气，当年我受秦火斩魂剑重创，难以转入，为求永生自保，奉以化人教体之法，切忌不明风气之苦。不明风气呢？他就分票早已失传。严格来说，我便是你认识之不明风气。不过现在。我更希望以红林起红神之身份，杀你！红林，杀！金冠归。刀锋一弄就生机。武林尽收浑身脆骨，一如那雾飘飘。天仙咒今天一时合一，红林终有动作。好、不敌回元，天仙咒攻城杀将，出剑。轮回，刀锋天仙突然再发，刀势无穷，无人相交，迎风击天河穷，金仙相受一招，红莲作剑碎铁之雕，啊！细致，又拥有技术红体力，这能将我成就最完美的蜕变。我以亲手已经自己之个，我早了定一力之构想，以独自肩负一切，一力将因此葬送在此前面，终将啊他人相思。改变不了你自己之尊王，刺激刺激，不明风气阴谋一挺，各路真心有些相邻之秀，不忍大军之红，红人穷神，他其实的有何恐怖之处？刀锋天心咒，领导气温一改结束，抗融之力，文侠配压，西藏红人正能力，正邪当面对决，
的个人了，有滴精彩小说，全部摧毁我们的宝贝戏。霹雳惊天录下款，即将第十一章，九天一降。好快